大家好，我是吃菜囡仔苏仁哥。伊无煮麻油面线煎。今天呢，来做面线，就是一般我们吃麻油面线的都麻油加面线而已。但是我今天做的是比较我个人爱的口味，接下来就看我怎么表演哦。先倒一点点橄榄油，来煸一下。女生喜欢吃素的女生，身体都比较寒一点，所以呢，我都会很喜欢，我都会一下麻油面线的麻油火腿汤之类的。现在就是最小火，那的话那边就开始煮面线。像一个人的话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像这个人，我都差不多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就放一点麻油 ，OK 了。因为太早放很容易糊掉，然后再一点点酱油膏，香气就出来了吧。在厨房呢，做任何事都要注意安全最重要，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拿去拌，拌好再来煎，煎铺平以后再来开火煎，差不多煎3到5分钟就会焦焦的。这个样子就要翻面哦，金黄色，翻面就变成黄色的金黄。哟，你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香脆香脆，酥酥的，有麻油的香，有一点点嫩香，不会太辣。不要那么反的话，就是麻油变姜爆香，然后把搅拌就好。但是我喜欢这样酥酥的，就像吃煎饼的那种感觉，外酥内嫩。嗯，很刷嘴的，一口接一口，开动喽！我是吃菜囡仔苏仁哥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